我有啊。哦，你要打入邊度？你聽下嚟兩個心。各位嘉賓、各位傳媒嘅朋友，歡迎嚟到家中高爾夫球及文化交流協會嘅記者招待會。咁咧，我咧就係、是、你今日嘅司儀，我名咧又自叫廖立輝，嚟自加拿大中文電台嘅。咁啊，我相信大家咧都知道啦，見到我哋個會個名咧，顧名思義，因為高爾夫球已經喺全世界咧進入一個白熱化嘅階段。咁啊，再加埋咧，亦都喺中國同埋加拿大呢度好多高球嘅發燒友。咁所以咧，成立今次呢個家中高爾夫球及文化交流協會咧，是非常之重要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們在現場也有很多位的、就是、主禮嘉賓。首先呢，我們要介紹一下我們在、主禮台的朋友先。首先呢，就有加拿大安省旅遊廳及文化廳廳長陳國志先生，歡迎你陳廳長。也有加中高爾夫球及文化交流協會的會長 Mr. Tommy Tan 譚明毅先生，副會長彭安全先生 Mr. Ed Japan， 秘書黃禮謙先生 Mr. Tony Wong， 師傅楊中堅先生 Mr. Peter Yang， 還有會董譚建明先生 Mr. Alan Tan。 咁啊，亦都講到啦，家中高爾夫球亦都要交流咧，除咗喺加拿大方面，都有中國方面嘅代表嘅。